须可以如何，天都逼我怕什么，留下我是谁错，谁让我练成凶悍，成就了可以做王，不计后果，能抬头迎面破落。明明能避免说谎，明明能避免凶恶，明明能极放心洒脱磊落，而轮回没法见光，而轮回长期藏多，心声都不知对哪个，全为最终一个神秘结果。无路上亦前往，沉住气埋头苦干，无论有几尺热汗都不可以看下方，从没有怀疑过，从没有路留给我，难道你冠冕堂皇一句就够牺牲我吗？邪或正亦由我，愁或怨亦捱得过，人才最可以如何，天都逼我怕什么，留下我是谁错，谁让我变成凶悍，成就了可以做王，不理后果，能抬头迎面破落。你把他们三个藏在哪儿了？因为他们财雄势大，大的可以凌驾法律。我甚至可以帮你做一哥的位子，到时候我们黑白两道合作，建立一个新秩序。我知道怎么做，我一定会帮你把小慈禧拿回来。原来你已经变节了。找我！我倒水给你喝。我喜欢你很久了。你说什么？你中枪了！你怎么不早点说？别怕，我帮你止血。你按着，你按着，我叫救护车。我现在告诉你，我不是要你接受我，我是不想这个秘密带进棺材。你说你练过金钟罩的，你不会有事的。练过金钟罩，这个是骗你的。不过有件事我没有骗你，我说过不能让你有事，我做到了。我现在看到你没有受伤，很开心。慕容啊，好冷那首歌，再唱一次。
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风吹过雨静下，将心意再还睡，让眼泪已带走耶潮水。这么大的人还哭，就是愁死了。你真是求死了。干嘛啊？不哭不哭啊。深深会寂寞，不敢感动纹身里会有一块这样的晶片，这块晶片里面有100亿。你救我就是为了这笔钱？什么事啊？谁？谢先生，过户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名就 OK 了。恭喜，小四喜这家公司现在属于你了。果然每个人都有个价钱，如果没你帮忙，我看没这么容易拿到庞延廷手里的小四喜。你应得的。谢谢，我不会亏待所有帮我的人。接下来新界东北那批地很快会进入第二阶段，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帮忙。没问题，我随时准备好为薛先生效劳。你这个混蛋，你说赢定的，你看吃屎吧你。最近股市很好，有什么理由我们的钱会赔光呢？小子，你是不是做我手脚啊？明白，这件事可以告诉大家，我也没办法。你没办法，我们扒你的皮。不用这么生气，我只是打工的。这件事谁该负责？当然是我们社团的座管，鲍西。鲍西，鲍西，科比说这件事是你搞出来的，
你怎么解释？文叔他们赔钱怎么会关我的事呢？股票不是你帮他们买的吗？但是下指示的人是你，你还吩咐过我，说要比较容易控制叔父们，最好让他们输光了，一毛不剩。这就叫一将功成万骨枯了。他找到老板还不过河拆桥吗？我知道我现在怎么解释也没用。好，你们输了多少全算我的，稍后新界东北的发展，钱自然滚滚来，算上利息给你们都无所谓。恩叔，你们别信报信，钱没有可以再赚，但他的诚信很有问题。这样吧，我外面有做走私生意，每次收现金确保安全，算上你们，保证你们可以把老本赚回。是不是真的算上我们啊？算，我阿丁说话什么时候不算了？有兴趣就过来木足店慢慢谈。好，去去去去去。宝鑫，你听着，马上选座馆，你别指望会选你，没人会支持你。你叫寇比做事，就是想用贝文动叔父母的棺材本。现在叔父们已经相信是鲍西授权给我去买垃圾债券，害叔父们的钱都输光了。我还跟他们说搞走私算上他们，他们全都相信，蒋明选座馆会投我一票。做得好，只要鲍西当不成座馆，他就有机会回头。卓 Sir， 我不太明白，鲍西不是已经进入警队的编制内吗？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召他回来，要搞这么多事呢？如果我命令他回来，他又不回来，这就是违抗命令。按程序我就要拘捕他，不过我不想这么做，我不想抹杀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不会放弃他。哲瑟说，如果鲍西当不成坐官，他会抽身出来看清楚整个形势，选择正确的路来走。鲍西是一个很出色的卧底，他曾经跟你们出生入死，你们也不希望失去一个好的搭档。吓死我了！哎，金香，不亲你没刷牙，不行，很臭。很臭吗？你快去刷牙才准亲。啊，快去。哇，棒啊！你呀，老说手还没好，又说痛，这么晚叫我过来弄这个弄那个。你看啊，其实我的手啊还是很僵硬，还没完全好呢。那医生说你什么时候会好啊？如果你肯每晚过来帮我洗头，早上过来帮我弄早餐的话呢，好不了无所谓啊。喂，别乱说话，他求。什么味道？哎呀，我再煮通心粉。哎呀，走了走了。乌龙王啊！啊，还好我开了小火。长正通心粉，你煮的一定好吃。怎么了，寇比？什么事？你怎么流这么多血啊？把头低下来。怎么回事？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没事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啊？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阿信，别担心。我是怕你担心才不告诉你。自从上次我摔下楼之后，头一直很痛，医生说我脑子里有个血块。血块啊，怎么办啊？没事的，没事的，这个血块很小，医生说做手术就可以清除。我还在考虑什么时候去做。什么时候做？现在就做，我陪你去看医生好不好啊？好。哦，忘了带上次的报告，我上去拿。哎，你别乱跑了，报告在哪儿？我帮你拿。在书桌上。你在这等我。你所打的电话暂时不能接通，请你稍后再打过来。Sir， 科比不见了。我知道，
你知道？你看，你打电话给我之后没多久，科比就发了这个短讯给我。我查过是用太空卡发的，找不到准确位置。科比的脑里有血块，会出现头痛和流鼻血，他没有跟你提过。没有，他就是因为这样躲避你。我看他不想我担心他。我会派人把科比找回来的。希望可以尽快找到他。放心，你先回去，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谢谢。谢谢周三。怎么会弄成这样？我以为大难不死，原来要来的早晚都会来。我躲避阿欣，是因为我不想他再这么难过。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你可以支持多久？都已经放了这么多时间下去，又牺牲那么多同事，难道现在才放弃？就算我没了这条命，也要完成任务。辛苦你了，卓三。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帮你把小四喜拿回来，相信我。嗯。姐姐，我还没找到科比，我会在他家里暂住，等他回来。你有事就打我手机找我。对不起，你所打的电话号码已经停止服务。林浩群先生的病情很严重，他的寿命最多只有三个月。科比，你在哪儿啊？你让我见见你。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在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无负跳入爱海，沉重越来越爱，就算一切没记载，软弱会再有气概，跟处境比赛，在途上就算有些感慨，让我学会抱紧撑到未来。各位不好意思，有要紧事做，来晚了。鲍西，又想摆我们叔父一道啊？没人信你了。有个消息想告诉你们，你们敲锣打鼓搞的走私生意被海关扣了。不会吧？扣了？哼，一定是你搞的鬼。你这王八蛋，是不是想赶尽杀绝我们？走私能赚多少？风险又大，我怕你们有钱也没命享。小四喜很快就会借壳上市，这里有3%的股份分给你们，签了名之后你们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哎，是真的？小四喜很值钱呐。是啊，3%有几千万呢。我没什么要求，只想你们把我当自己人。哎，之前大家沟通少，市场误会啊。就是啊，小四喜啊是欢喜哥成立的，既然他交给了鲍西，就是信任他。鲍西是有能力的人嘛，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对对，鲍西能干呐。怎么那么舍得把那么值钱的小四喜股份送给叔父们？要不是你推阿丁出来跟我争做官，我也不用花这笔钱。我只想你收手而已。说来说去还是要我收手。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要实行我的新秩序。如果我坐不到这位子，就做不到我想做的事，你懂不懂？就是谈不下去了。如果你跟我合作，一起实行我的完美计划，不就大家都好了？我说过，我是一个警察，你也是。为什么警察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不可以有自己思想，一定要听从所谓的高层摆布？鲍西，我再问你一次，
要不要把小四喜和坐馆位置交出来？我不交。薛家强，你不听我的话，一定会后悔。大家走着瞧，随时奉陪。死者，快通知军装同事来封锁现场。Yes sir。叶上校，我刚刚回到家，他的两具尸体在我的床上。你现在可以不说话，除非你自己想说，但是你所说的我们将会用纸笔记下，将来成为呈堂证供，明白吗？你跟两个死者认不认识？你不听我的话，一定会后悔。大家走着瞧，随时奉陪。你再不说，我们很难帮你的。我没话说，等我离世了。进来。哦 ，Madam。日山，辛苦了，去歇会儿吧。Yes, Madam. Yes, Madam. 说过你一定会后悔的，可惜你不听我的话。他们两个是你派人杀的？庞延廷杀了那么多人，是报应。林希薇，如果他还是个卧底，就不会死。可惜他背叛了我们，而你坚持要走自己的路，当然要面对这个结果。就算我争坐馆，我也没有打算要对付科比跟阿丁。你何必做了这么绝？那是两条人命啊！要成大事，当然要有人牺牲了，看谁运气不好。卓凯，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走开！你出来跟我说清楚。真的假的？真的杀了两个？新闻已经播了，怎么会有假的？喂，还说选坐馆，坐牢还差不多。坐牢不要紧，我怕他把我们拉下水啊。喂，不会吧？不会呀、啊。你有没有收到小四喜的股份？个个都有份。如果这么算，我们全是他的帮凶啊！啊？喂，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嘿，是没进来就听到你们的话了，没有窃听器也听到你们说什么。福哥，坐坐坐坐坐。哎呀，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全都乱了方寸了。哎呀，阿丁啊，给你们找了律师了，不会有事的。现任坐馆出事，其他社团可能会乘机占便宜，所以一定要通知各区的头，看紧红鹰的地盘，有什么事也可以互相支援。看见没有？够镇定。又有气势，我就选阿丁当我们红鹰的坐馆。我赞成。我也赞成。福哥，就照你的意思做了。
我选阿丁。好，我也赞成。阿丁，我也选。好，我现在宣布，阿丁就是新一届的红鹰座馆。好，好，谢谢大家支持。阿丁，恭喜你当了红鹰的新座馆。恭喜什么？所有事都是你安排的。不管怎么样，以后你看着红鹰，我们里应外合，很快就可以将这个社团瓦解。会不会瓦解暂时不管他，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鲍西是想歪了，但不至于杀人。我只能够跟你说，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鲍西。这次很明显是他跟庞延廷之间有利益冲突，最后动了杀机。如果他真的变成这样，抠笔污蔑他，我跟他争座馆，为什么不先杀了我们？丁小佳，你要记住，你是一个警察，什么都要讲证据，别感情用事。我没感情用事，我只不过想知道事实真相。你要我说多少遍才明白，真相就是鲍西干的，他没得救了，放弃他。Sorry, sir， 你说的对，我不应该一厢情愿相信他是无辜的。我答应你，我不会在他身上花时间。你明白就好。今天就谈到这儿，稍后我会再联络你，安排你下一步怎么做。席威是不是你杀的？你也认为是我杀的？你之前抓了林席威，逼他们把小四喜给你，现在杀了他有什么奇怪？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说什么都不用。如果你真的没做过，我会找证据证明你的清白。没用的，唯一可以证明我没杀人的是小乐。案发的时候，我跑去看他。不过警察一直找不到他。我连不在场证据都没了。那我帮你找小乐。无论如何，你要相信我。这件凶器是在案发的单位，就是疑凶薛家强的家里找到。经过法医鉴定，两名死者身上的伤口，包括心脏和肺部，引致大量出血的伤口，都和这个凶器吻合。这个小乐，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小乐？哦，认识，很喜欢下棋那个吗？啊，对呀，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谁知道啊，他是个傻子。丁丁，我那边找不到，我那边问过了，也找不到。丁丁，现在鲍西跟你争坐滚，你干嘛还要救他呢？让他坐牢不更好？让你找就找，少啰嗦。Sorry， 我们再找。哦。跑去哪里了？这段就是案发单位楼下面包店门口闭路电视的画面，大家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被告在1:15进入大厦，也就是证明刚才被告说案发的时候他在启安街天桥下的证供完全是在说谎。
再看薛家强的案子资料。嗯。明天都结案陈词了，还有什么好看的？我觉得这个案子有点不妥。有什么不妥？所有的证据都很完整，好比量身定做，都是对薛家强不利的。如果他真做过，一定证据确凿。我知道，所以我想抽身出来，重新再看一遍所有的证据和笔录，看看有没有疑点隐藏在里面。你是主控官，这么为被告，如果被你上司知道了，他会怎么看？我不是帮他洗脱嫌疑，我是在捍卫司法公正。不管他是什么人，以前做过什么，他没杀过人的话，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我只是不想冤枉一个无辜的人。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我怎么样都会支持你，可不可？倒杯水给你喝。嗯。来，喝杯水。怎么会这样？看到什么了？你帮我看，你帮我看。那你盯着时间码。刚才呢，我看到眼花的时候，我一格一格的看。你看，画面闪了一下，我怀疑片子被人做了手脚。有这个可能。打算怎么做？我打算明天不做结案陈词，把这段片子交给法官和陪审团。如果法官接纳我意见的话，我会申请重新再调查这个证据，也不排除会撤销起诉。法官阁下，我要求再次播放本案的录影片段，请大家留意一下时间码。为什么时间码没事呢？检控官，时间码有什么问题？法官阁下，请你批准播放由辩方保管的另一个录影拷贝，因为这段录影对本案非常重要。本席批准。大家请留意时间码。这段片子也没事，片子只有我跟阿凯看过。控方如果再没其他要求，请你做出结案陈词。本案嫌犯薛家强有黑帮背景，两名死者跟他在生前有生意上的接触，凶器也在他家里找到。案发的时间，他没有不在场的证明。控方，请继续。所有的呈堂证供显示，本案是一宗有预谋的谋杀案。我恳请陪审团裁定嫌犯薛家强谋杀罪名成立。你们退庭商议之后有了决定没有？法官阁下，我们一致认为被告有罪。本席宣判，被告薛家强谋杀罪名成立，押后下堂判刑。Court。我们一定会上诉，希望你们真的能上诉得逞。是不是你干的？片子有问题，只有我跟你知道。不是你做的，还有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想推他去死啊？我是执法人员，相信证据，报喜他罪有应得。不是。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在做什么，好不好？
你在教堂跟我说过，你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定完成我们的心愿，绝对不可以放弃公益，是你说的。不好意思，莫高姐，今天这起谋杀案做得好。Thank you， 莫高姐，我有些地方不明白，你在结案陈词之前要求再看一次被告进入大厦的录影片段，但是最后又不了了之，这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是留伏笔对付他们要上诉的招数呢？很多时候，外面的人看我们做检控的，会把我们的事业成不成功和能够将犯人定罪挂钩，以为我们将他们定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职责，但是其实我们最主要的职责是要用证据来将事实还原。在这次这件案子里面，我不但不能够将事实还原，还背弃了公义，我不配做一个检控官。所以在薛家强刑期判了之后，我会辞职。这封是我的辞职信。莫高姐，你还是再考虑清楚吧。对不起，我已经决定了，以后律政司要靠大家了，你们努力。还没有口笔消息啊？放心吧，一定会找到的。现在医学很昌明嘛，什么病都能治好，对不对？姐姐，你怎么了？可能是刚才上完庭有点累。鲍旭的官司怎么了？罪名成立，等法官判。但其实他不是凶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本来在开庭之前，我找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薛家强是被人陷害的。但是谁知道被人破坏了？是谁呀？卓凯。
姐夫？怎么会是他呢？有新证据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所以一定是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是说过要慢慢买，一点点买，你哪根筋不对？像你这么激活法，傻子也知道了。立刻给我放缓一点，立刻。寇比，哎，别起来，真是辛苦你了。收购的怎么样？要发动强制收购，需要持有小四喜三成的股份。我们现在还差一成。鲍西知道没有？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收购这么多货，早晚会穿帮的。我料到要跟他斗一场。如果鲍西一直出不来，这场收购战容易打很多。这样什么叫趁他病要他命？喂，怎么样？你怎么样？啊？其实我现在也病了。不行，别死撑了，我送你去医院。不行，反正我是治不好，这里和医院根本没分别。卓斯，让我完成这个任务，靠你了。无路上亦前往，沉住气埋头苦干，无论有几尺月寒都不可以看下方，从没有怀疑过，从没有路留给我，难道你冠冕堂皇一句就够牺牲我吗？邪或正亦由我，愁或怨亦捱得过，人在世可以如何，天都逼我怕什么，留下我是谁错？谁让我练成凶悍？成就了可以做王，不理后果，能抬头迎面破落。无路上亦前往，沉住气埋头苦干，无论有几尺严寒，都不可以看下方，从没有怀疑过，从没有路留给我，难道你冠冕堂皇一句就够牺牲我？